认这个最好吃的这块肉，有没有看到这块肉肥肥满满的这块肉就是背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看到的是骨头，就是腹侧，有没有？这个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翻过来，这个是肚子，好，胫腓骨，这是肚子，然后这里是背，这里是背。好，所以你知道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是外嘛，因为这里是背，所以这个是外骨、内骨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外骨、内骨，然后中间夹了，这是股二头，这是瓣膜，可以。这分成两个是半腱肌，下面绕过来就是小骨薄、大骨薄。腹侧这里，对，第一个是缝匠，再来内收长、内收大、内收短在这里。好，有没有到胫腓骨一半？这边是内收系列，为什么？他们在腹侧，就是收，就是挖丝的时候嘛，内收内收这一群肌群，从最外面的缝匠内收长、内收大、内收短，可以吗？好，通通都是腹侧这边内收系列。好，缝匠内收长、内收大，然后内收短，可以吧？背侧这里就是骨外外骨、瓣膜、骨二头，中间会有夹一个，这边有一点点留下一点点长腰肌。可以吗？长腰肌，所以到股骨的一半那种小条的肌肉，在腹侧的就叫内收短，在背侧的就是长腰肌，就这样了，可以了，简单，好，就这样咯。